有点很多风波。这就是人生嘛，人生就是高高低低的菜，真好，还够积极。对，曾志伟全遭劳动家封杀，自嘲去年拿太多奖。TVB 封杀这件事情，你有被封杀？封杀这件事其实挺敏感的啊，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我去过另外一个电视台去做一些事情，因为明星足球队的关系，世界杯，然后就传出来说我自己想做一个我辞职一直在做的这个香港小姐，可因为他们换了一些人来主持，他们就觉得是 TVB 在封杀我。那我说其实这些都是新闻的题目，可能是因为去年太顺嘛，我去年拿了那么多奖。突然改聊新片《仙人大道》，这部电影结合区块链、虚拟货币，但他老人家其实区块链是什么？对我来讲其实非常陌生，我今天才能够把区块链这三个字讲的，就是年轻人玩的东西，我们会相信吗？我们就相信钞票嘛。黑啦，还是要关心一下真的钞票。近来大陆传出限抽令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没有太大影响，因为我们只是演员，如果在制作人方面来讲，就其实我们一直都是跟着大陆的政策走。刚刚阿宝我在台下看你，他是特别来的支持你的吗？当然了，对啊，我很关心我的钱的。所以是不是都是有投资投钱在这部电影？其实是阿宝，本来这个戏是我投的，我说阿宝有没有你先台币帮我转进去，我再投。他投了，你不用转过来了，我投了。原本你想投，就反而被女儿抢走了。对呀，都无所谓了，反正就是他的。